是下降的一个档次。不过这场比赛他们也其实要通过这种比赛找到更好的办法。哎，梅西保利这一次前场的反断到禁区之内了，面对门将打门球进了。比赛打到第23分钟，梅西保利是打进了个人本赛季联赛的第二个进球。刚刚说着绿城这边打得很主动，但是延边这边来看，这一次打门球进了。比赛的第39分钟，梅西保利帮助球队扳平比分。延边队还是在中场的衔接，要有人拿球出球，大范围转移，一脚远射的功夫，刚刚这脚远射也是打得非常的有力。延边队在左侧拿球，范光辉左脚把球传到中间，这下在禁区里头。来看梅西保利前场的突破，交给右路的队友。De Calati hein, pour écarter ce danger. D'autant que Tang qui récupère cette balle là, qui adresse à Messi. Pas de solution. Il s'est posé le jeu avec Messi Bouli. Messi Bouli qui en. Côté gauche, on va chercher Messi Bouli. Messi Bouli qui dévie. Légère traversée du désert. Attention ce ballon. Messi Bouli, talonnade. La tentative. Le centre qui arrive au second poteau, Messi Bouli qui remet. 这一侧，所以廖军健防守的压力还挺大的。到中间，这次的射门，门前的一脚射门呀。孙硕博还是立了一功啊。边路这边过去了，防守出现了问题，不知道禁区里边横球。到后点大门，很好的褒奖啊，甚至能够在这场比赛赢下之后啊，吃一颗定心丸，之后还会有奇迹的发生。看看这球，梅西保利抹了过去，小角度横推到门前，自己打前锋也不让他上啊。对，说明实际上可能这个进攻能力还不如这个古兹米奇啊。嗯，我们看到这就是梅西在左边拿球，射下的。今天延边这边的反击啊，打得还是很犀利的。对，就是这样哦。梅西保利速度带起来是真的很厉害，而随后呢，这也是一个吃牌的。孙颖，比赛作风非常的顽强，包括现在在中超。球队效力的王大欢还是通过中场组织的时候，再来看延边速度的反击，这脚打门是打中了横梁。本是一次看攻防有力，这球再挑传罚球区内依然是头球，梅西保利这次顶的稍微正了一些啊。长传到禁区里边，停球之后，啊，这个球主裁判又判给了延边队一个点球。延边队换人来主罚，梅西保利自己创造的点球自己来罚，大门球进了。这次是打了球门的左下角啊，一个死角。这球球速够快。